身，阿公阿嬷们都练得气喘呼呼，虽然不太适应，但透过志工以及长辈的表现，相信长辈们一定能在舞台上展现最好的成果。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屏东县麟洛乡田心社区发展协会。好，这组就特别哦，你等下看到伊呢穿溜冰鞋哦，跳舞跳到穿溜冰鞋，我嘛是头一次看到呢。好，我们现场再次用掌声欢迎他们。社区发展协会。